子期生长是有没有在录啊？本头这又是哪一台？有，有在录吗？红灯在闪，就是在录。这又是哪一台？我一直用的一台啊，最旧的一台。GoPro。GoPro 在那。那你那个不是 GoPro？ 它有一个 GoPro 坏掉了。我自己的原来的古老 GoPro 坏了。哦。原本那个是 GoPro 2是吗 ？GoPro。Basic 的一种东西。我前阵也有唱好哦。还没有吗？我看你们的第一个是他的。一直都差不到，等一下。你说是开哦？哎，我刚不是有扣吗？Ski 比较安全。好累啊！海珍，你好了。你那也没有帮我擦、啊。对，还没有，还没有。我会擦。等一下找角度好一点，因为我在反方向。等一下再擦掉。站起来的。好，现在还是。没有了啦，没有。我刚低下头都没看到。好了，出去出去。会出去冷啊，我就说完了了。什么？来，啊，这个方向，这样擦，就很好。怎么没反应？都这种笔很乖耶。而且我忘了换卡，应该还好。我们等一下只有两小时，今天算只有半天而已。你看一下，有啊有啊。好了，反正第一天，而且自己都觉得滑蛮烂的，没录到也就算了。谢谢大姨妈。哎咻，哎咻。这里有喝水。怎么上？对啊，这个缆车站。那个回去的呢？回去的哦，在那边。我又来一下。
反正今天晚上要认真 check 就对了。check 各种问题啊，角度啊什么有的没的。拍照角度啊什么的。很大声吗？没有啊，我没有开到很大声，但是至少会让你，因为我运动都有音乐啊，不管跑步啊，或者是有音乐，就是觉得没有音乐，好痛苦啊。我们都自己哼，大家哼，自己壮胆。我在这一头很大头呢，很重。那一头也很大头，很重。那个雪镜就已经刮的有点刮，然后你过了好几个之后就可以卖换镜片，对，有些片可能很贵吧，应该跟那个差不多，就跟大货完成。那我觉得我不如就再买，跟你那天买那个啊，保温瓶的盖子要卖1000，的罐子也才1700。对呀、啊，切，那我不如在台湾买就好了。算了，还是继续买罐子好了。对啊，就是比较不。没有，就是要洗啦。啊、我有洗啊，而且我的保温杯就只有装水。水的话就还好。对，然后所以我对膳魔师有，我之前也是在那个北海道买一个，然后可能被我摔到还怎样，可是我是放到包包里，然后反正放地上，然后接着去跳，然后它就不保温。怎么会？不好，超烂的。怎么会？我也不知道，它就不保温了，我就觉得很生气。怎么会不保温了？它就是不保温。因为我觉得膳魔师保温能力有那么强。对啊，更强我觉得应该强。所以我想问，哎，所以你觉得买的是香叶还是虎牌？两个都有，这一个，那你不是一个？
个是要给小朋友的，它、啊、就品牌的巧克力想想看。其实我家里就是那个坏掉，我可能给他们，因为反正他们都偷冷的。他要保温瓶干嘛？他就觉得说，哦，他要一个瓶子啊，水瓶啊，反正就拖着阿妈去买买东西啊。阿妈会买吗？阿妈就会被他读到要买，他连手表皮都要帮他买。说干嘛现在帮他买手表？他就要去大陆，他帮他买小米就好了，他才几百块的事情。那你干嘛现在就花你自己钱帮他买？他要去大陆过年。对啊，哦，就寒假，两年一次啊，就是一年一年过年，多一年他爸妈回来，一年他们过去。那他们谁带他们坐飞机？帮我回来带哦，就是的，因为现在有便宜的机票，有那种大概台币1000块，2000块以内，怎么会有便宜？就是飞到澳门和深圳的那种，反白就是那种那个廉价航空，要帮回来带，2000块啊。你哥跟嫂嫂在那边坐的算很不错吗？没有，他最近其实有一个，真的吗？对啊，然后我是不知道他本来就做什么。是工厂的那种管理的经理吧，然后可能后来，反正他就是跟小老板吵架吧，然后就愤而离职啊，不会吧？不是，是被小老板踩，是类似这样。然后他好像他讲起来遣散费还是什么，然后我哥就告到他们政府，然后可能会有，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。反正很烦，然后我就觉得你都50岁了，没有干嘛去。然后就是说现在他要转其他工厂工作，人家去工厂。啊，对啊，我就说你的白痴，你为什么要在吵架？你不能要吵架可以，但是你要先想好你退路之后再吵吧。而且还会有得封杀哦。啊，他就是一样啊，他一定找财商啊，不然就是商啊，路上你非常正常，而且你的薪水不会很高的。啊，那你小刀嘞？我小刀虽然他们好像在广东那个创业开的3年制。所以他们没有在一起啊？你哥不在四川？我错了。然后广东华夏的，我原来是直接打的。对啊，你先穿啊，你先把它扣一扣哈。哎，我好像靠太紧了，越来越麻。
中间坐缆车啊。你先啦，你先啦，应该很安全啦，又松又好控制。现在比较放得开啦，我听不到你讲话，回去看看喽。一点的，前面太慢了。切小一点。
弯腰啊。换手。没声音就摆脱一下。积雪很缓，滑起来速度不会太快。严格讲好像还好。所以快不起来，其实还蛮放心的，就是可其实可以不用花太多力气。脚还在酸啊，我一直在寻找脚酸的方法。有啊，你越放，你已经更放松了。等一下又是会酸啊。等一下会再更放松，你就更不酸。啊，我也不知道要怎样更放松，反正你习惯，你就会放松。没有，这样会酸到的。这里比较多，这个雪场比较多啊。啊，之前每次不是很多时候过。哎，不是都在白马五龙吗？他们都跑去白马了啊。四七。对啊。什么四七？啊，不管四七哦。对啊，五龙啊。一个雪场，我们没有去，因为都雪板的。哦，有我去。你只想去吧？我去白马吗？还是白马？我没有。然后你有去过，白马就只有跟你们去那一次。所以你的雪径只能往下拿。我就往下。因为我们还有坡坡卡在那边。对，所以没有办法再往。那你这样好了，这样可以啊。全部都解开。不然会弄的话都是武器。没有开窗，我们这边没窗。明天的话，到底要不要穿中层？我觉得跟今天差不多。对。
现在穿着是不会觉得太热。你现在穿哦，对你有穿中山了。我穿三件，你穿几件？三件了。你也穿三件。你不是穿羊毛的、欸？不是，你穿那种运动服可以哦。就是想说今天来试试看。可以，可以吗？还是你觉得会冷？就我刚刚觉得那个冷，我不知道是因为它湿掉，还是我原本那个凉感的药布早上。凉感。凉感药布啊，很好用哎、欸。所以我刚刚把药布撕掉了，所以我现在试试看。但是我就一直觉得他屁股会开开的、啊。你戴两层手套。对呀、啊，因为我都觉得你们很厉害，可以这样。你摸摸看我的手，你拿掉啦，不然你要我有这种。你这样子还好啊，不会。你是拿我的手到热的。你整手拿掉。这很烦啊，因为我都是穿进去再拿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来，你点过来。热的啊。很热。可是我的如果没有穿这个的话，我就很冷。你手脚冰冷了。不是手脚冰冷，是我手只要一冷，脚手跟脚一冷，我就会全身很冷，快冷死了。对。还好我手很热，快热死了。我脚好紧。这觉得血管的问题，血液畅通。可是我右脚绑太松，要绑。还有，这样来啊、哦！就是要这样来啊、哦！对啊，就是这样。这样，跳跳，之前不是都是一个转的圈圈的那个？那他那已经就没有了。有一双是那个的，但是就是比较旧。那就叫我拿那双。但是线缝没有那么好用。可是其实那只要有紧的装置就可以了。对。但这个就是你要自己调很久。然后那个就是你转转转转，它就好了。之前也很想买那种靴子，雪靴，就是这个。啊、你不觉得一直租穿人家的雪靴也是一个钱吧？对啊，也是一个钱。但是它有 set， 就是你去租雪板跟 snow boots，、就是、如果只租一部分，并没有省多少。是啊。对啊，例如说我们自己。那时候我们也是觉得，我们一开始也是，只是只买了鞋子吗？对啊，只是图合适。因为就觉得租来的很臭，很臭哎、欸，我们心里觉得超臭的。对啊，穿完袜子好臭，好臭。袜子都吸了别人的汗的精华。对，这么夸张。嗯，所以我们就说，那我们回去买鞋子。那、啊、因为你们脚都是大的，比较说多男生吗？因为像我这种 size 不可能有男生。嗯，反正女生脚，哦，那天昨天那个按摩椅那一区有个臭的。去到那学的，好像没什么味道、啊，真的超臭的。我想什么？不知道是谁。对啊，我想问这些怎么后，我发现靠到后面全部都把鞋子脱了，好臭、哦。但是就他们不会哈斯卡西吗？哈斯卡西是什么？就是很不好意思。我不知道。反正每个人都说又不知道是谁的。臭死了。好，就是店员好长好大的面哦、喔，哦，真的，那好像就是你旁边的那个，然后你看那边中间一堆小树插在中间，那个是雪场哦、喔，那是雪场，一堆小树，这就是那个什么、嗯、什么支撑的那个雪场，你后面的，对，你后，然后中间应该有一个可以横过去的，嗯，理论上你就是坐一直在 family 上去滑，然后中间横着插过去。所以我可以滑一段下来，然后再坐一次上去，然后再滑这边，我再滑过去，对不对？理论上。你说哪边？就这边啊。这边。你吗？可以啊，但是你要算好。现在两点半啊，刚去的时候刚多少两点半？不然你就先滑，因为几乎比较慢。嗯。你可以，你理论上快的话，可以滑这里滑两趟。你就。可以好不好？我怎样慢？你稍微慢一点啊。那我们要怎么样滑下来到这里？就从这边。你要回这一台缆车吗？你看一看就知道了。就是从这边第二个。反正下来有分岔点的地方，你就看
第二拱多啦，对不对？不不不，你不要管左右，你不要管左右，分岔的地方你就看往第二拱多啦，拱多啦只有这个，不要去第一就好。第一是在黑线诶，其实也可以，哎呦好高，其实也可以做到第一，然后再发，不行，但为什么不行？你怕他回不去？不是，真没有拱多啦可以上去，但他没有半拱的。这边来。这第一的话比较适合是要去奥智赫那一个、嗯、另外一个雪场，反正这一轮没滑过我就滑快了，就先下来，然后再我们刚就是滑这个快到了耶、嗯、好啊，对，还没看到，还没看到，看到为止大概还有在三四个，很大，又小又小，上面好像不知道有没有，应该没有吧，应该没有，他只要没餐厅就没有，对啊，这样空空的。对啊，他真的很乡村哎。然后我就问那个台湾人说：“你真的待多久？”他是说他待两三年，日本嘛、啊。嗯。但是我就说，其实他不大会滑。是哦，那怎么会想来这么远的地方、啊？他的那个不好意思啊，现在才跟他见面没多久。嗯。然后，然后他说，但是他介绍他进去就介绍的还蛮好的。哈、嗯，你介绍那么仔细，你不会滑。对，他越大常常在做。别人怎么讲就跟着怎么讲。没有，他脑讲的专业哦。他跟我讲那个板长要怎样要怎样，我就哇好，要再往下长一点。那么长？那你觉得操作起来 ？OK 啊。能见度比刚刚好。刚刚到山顶看不到对面。反面我什么都看不到。刚山顶看不到对面，现在山顶看得到对面。真的？对啊，下午的关系嘛。这里能见度好的时候，风景很好。刚你看那边箭头是写第一拱多啦跟东莞，也搞不清啊。再滑一次看看。对啊，所以还是滑这边啊。对啊。这样，太阳出来了。这样，哎，好了吗？走了没啊？哦，我没看到，我现在看到了。
我好像看到对面了。高尔山是文字雅克什么来着？我只记得烧。烧雅克。雅克雅克雅克吗？回去查一查就知道。好了，走吧。真的耶，看得到很远呢。你看，就是这里风景很好啊。在这里，就在这里，你往前就好了。我在这里拍。你再往下吧。你到基友那边就好了。两边都有啊，要那条路加太阳，好，大概到这里。暂时用我烂烂的手机还可以啦。Nokia 应该还可以啦。好。预备，三二一，再一张，三二一，再一张，三二一，再一张，好。你说往那边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我换一个背景，完全只有树的，只有树的。你不用啊，你们就围原位置就好了。今晚等你啊。你往下滑一点吧，没有，就有往下了。你们两个稍微同一平面一点，好，可以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刚好刚好，因为你们背景是只有树。好，可以了。是啊。也只能往下滑了。我就是说，这里的树是不是跟其他地方都不一样？对，所以我那时候。我那时候看到就觉得这里风景好，一定要。先让揪环景，他正在环。你好了吗？那我下去了。反正也不知道里面是谁这样。你又传走他。我这个棒棒放着，然后他就动了。我棒棒插住，我看是谁会打。之前雪少的时候，上面还不会积雪，就觉得天哪，那我不就看不到这种风景。后来现在就觉得雪够了，可以了。对啊，就这
这样沿路觉得是不是沿着风景很好，一路轻松的往下滑，身体放松以后就做什么姿势都可以做出来了，然后又可以看到对面的雪场，就是这么大。对啊，就轻轻松松的，你再来自己做一些什么有的没的就可以了。有没有？这里，好，你停在这里哦，停在这里，拍这个的背后。我又来了，要干嘛？不是啊，他要干嘛？拍照啊，这里背景是那别的雪场呢。你再往下一点。因为我这样等于有点上坡啊。好的，可以。我要站起来吗？试着站起来。够怪的。而且啊，早上滑的话，早上滑的话，太阳又在另外一个方向。好，你们可以再往后退一点。就可以了。好，好啊，等一下我。能见度好，在滑这里才不错，而且竟然直接可以看到别的雪场的雪场图啊！你要雪场图就是这个图啊。一只在 family 啊，然后中间过桥啊。好啊，我来了。啊，好像体力太远了。好，好 ，Go Go Go！ 那里，那里，那里，那里是一个很多人去拍照的地方，哎。这里，这里也蛮那个的，一只只的，短短的就只有那个。怎么滑了一下而已，奇怪。走了。哎呀，那你横着过去啊？不是，你直直横，你直直往那边就对了。没用我的手机应该，没用你的手机应该没关系吧？应该都还好。哎，那样你要往上爬是不是？不是这个吗？好啊。可以吗？可以拍到背景就是吗？当然就是啊。
来来来来来。好了，先这样。它直的好像比较好。好，可以。不用了，我们这里机会多的是，我们每天热身可能都要来一下这个。而且之后也会有出太阳更大的天，那拍起来更漂亮。你好了，好了，走吧。对啊，这么大这么大，一路滑过去。对啊，左边。好了，走吧，走吧。我们不能滑，我们的话没办法，我们不能坐那个缆车啊，我们只有烧鹅山啊，我们明天可以试，怎样？好，走了。你先啦、啊，你先啦、啊，继续。我觉得我现在这次啊，就是真的比较减少了。对啊，轻松了啊，这样就轻松了。
来一次。九啊，九啊，都在下面，全部的人都在下面，在前面啊，在下面啊，哦好，我有路啊，不过超小点。走吧，走吧。
轻松了吧？有一点热。那你这一趟就要一路靠右滑回去了。你中间一半岔过去，或最上面岔过去都可以。没有，可以啊，白滑也可以。早点回去，东西安排也是好的。啊、早点回去，也先安排好也是好的。你摔下去之后 的翻身动作，我不知道你摔的时候是什么样。我是这样放，倒了，摁倒了，然后就卡到血了。卡到什么？血。好少。对啊，我也摔死，然后用尽全力刹车，然后就叫。全力刹车就更酸啊，你不如摔。可是你那个其实那个血看起来是很乱，但是其实很粉很安全，啊、比上次没死的那种。乱血安全，你不觉得几乎都没声音吗？对啊，我觉得你怎么滑就几乎没声音，而且他一直补一点点的血，有，所以那没有真的跳起来。屁啊、白马的跳起来是八方的才会跳起来，好不好？这里还好，这边只有一段，就是最下面这一段，就一点点而已，有一点点，比这上面那一段期待那条。啊，这一波滑完就收工了。那么早？这么早？早啊。那么早？这么早？不然就到缆缆车 over 吗？啊？到缆车结束吗？到哪个缆车？哪个缆车都好啊，最后一个缆车都是。最晚就到四点了，其实都差不多。看一下。下就是这个三点，这个是三点半。我们滑下来。现在已经三点二十了，所以现在这个已经。三点二十哦。三点十五。所以这个也已经没办法做，除非全力滑下来。所以我就到一九。刚刚还有照相还是什么的？没关系啊。万一上不去怎么办？
那就上不去有短程的，可以到回到西边没问题的。好，我知道我要怎么过去。自不济也有免费接火车，从南坐到西一站。对啊，然后顺便偷看南里面有什么可以吃，都可以的。这边，这两边。不过也幸好这就这么大，你只要两次就可以放松哎。对。滑够第二次你就会放松，接下来你就可以开始那个。很熟了啊，现在。第一次你不认得路。你这个才学长还需要地图吗？不用的啊。可是你的另外一边没有滑到啊。另外一边，我们什么时候会去？好，明天有两个方向来逛法。第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往一之岸那边逛，然后第二个逛法是去逛奥智赫。奥智赫有个让人有点杜乱的地方，就是你要坐第一拱多拉坐到山顶，然后横着好像是要走的。奥智赫最里面的，对对，它山顶是接起来的，但是要稍微走后退一退。有圆月多吗？走很多路线啊，一点点，因为一直在走，我无法衡量那要走多远。那还是逛一之濑，往一之濑那边逛，一之濑一路逛过去，东莞山、西莞山、丸池、莲池，最远到那。好啊。看我们有能力逛到哪就逛到哪，而且中午饭可午餐可能可以在东莞山、西莞山吃，那里我已经有查好餐厅了。那一之濑午餐也有地方可以吃。好完整啊、哦！我都不用查。然后，拉一下，后这边，我故意要拉远的，因为太热。不是因为你刚刚有点要弄到你的，害你会产生皱纹。本来就有，用不着它压。我觉得眼睛看起来比较黑吧，因为没有涂。有一点。你要涂什么？前几天都有涂的，遮瑕。你今天完全，你现在出门还是完全不用涂哦，这么厉害涂。乳液而已，太厉害了。不是不用，是没在用。是太干了。可是你有涂乳液耶，还好。那还好，可是我另外一个朋友就，可能不保养就不行了，就整个都是皱纹啊，太夸张。我皱纹还好吗？你根本没有什么、啊。我笑起来的时候都是、啊。我笑起来也都是，可是你小时候笑起来就是啊。小时候，看看鼻子皱纹呢。可是我们算是相对来讲比较少的，少皱纹。说有生小孩的。我觉得不是，是他们没保养。有些生小孩也很厉害啊，就是保养的得意的都蛮 OK。现在还是能见度很高吗？还可以啊，有回头啊，还可以啊。嗯，我懒得回头，有点雾雾的。反正到山顶滑下也会一路看着他。这就观光路线了、啊。第一次滑觉得啊，一下就滑到山顶，没什么感觉。那、哦啊、第二次有风景，哎、欸，不错、啊，真的跟影片。第一次什么都没看到啊，而且比较稍微紧张一点。影片，我是说你去看那种他官方介绍影片什么的，那真的就很漂亮。就要特晴天，蓝天白云。我们五日券当中应该会有几天是蓝天的，然后你最好是趁我们就是趁早上就要拍这样，滑滑滑。对，应该是礼拜一开始。明天是探路之旅，后天就要去。横手山上面有面包店。好，殷景祥去过，我不是在讲。好，你跟我讲那个人名我都不记得。我看这样子，他有没有把雾散掉？好一点，水汽好多。查喽，这么久它都还不干。哎呦喂、哎！我有了，我有。有吗？衣服附赠的。哦、啊，也可以。那个是上下。那我用手帕就好了，我有手帕。我用手帕好了。帕不够干。
重点不是干啊，重点是吸掉而已。要到了，要到了。等一下再帮我擦好了。先帮你弄。啊，好啊。嗯。啊，不要动，不要动哦，还不要动，还会动。还是这个。只有一个。有两个洞啊。一个，只有一个合塞。哦，可以了。好。它的电源。对啊。照就是照着，也没有很晒的。盖章的吗？没有，那个崩破的角度吗？我刚做到的，完全没动到。又有太阳了，配角。还不错嘛，太阳那么高。整天粉粉，互相踩。很卡、欸。卡血真的就是这样卡。嗯，还在。还是志贺高原没有血。我是说烧鹅怎么念还是没看到。对啊，我刚刚是我才问你。等一下再会，回去再查吧。
哇，太慢，救命！拉我！哦，救命！没抓到啊！没有反应过来，手要松，手要去握它。不过你现在也自身难保呢。你要走那边了吗？好，走喽，拜。哎，你不是要去那边吗？好，那下面这边有过去吗？也有啊。你那边只是回到吸管呢、欸。没有啊，他不是最下面有写一定要飞走。那你要稍微走点路，走去另外一个缆车哦。去吧，去吧。拜。你说现在吗？你说拍那边吗？那我只拍场地就好了吗？好。那你也拍啊，我也拍啊。回去比较画质。哦，还有太阳哎。是啊。好像更清楚了，刚刚没那么清楚。就是中间那堆小树木。好小，好小。你就拍全部就好了，你一倍差不多吧。对啊，而且上面怎么好像没什么人啊？还是那小点都是人？小点都是人啊。嗯。怎么小点那么多啊？对啊，很多呢。很长哎，它好像我觉得很累。不会，我觉得会不会它很宽，很抓起来很舒服？搞不好我们可以在那里练功之类的。那继续滑喽。有没有越来越轻松啊？也没有那么热了吧？
很酸哈、啊。现在已经三点半了，我们还要滑去中间吗？滑去中间，你是说要不要就回西馆休息啊？今天还有半小时，不过我觉得也可以休息啦，不要耗太多力气。滑去西馆，在西馆那边再滑一次。好啊，那就去西馆了。还好啦，还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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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点都还好啊！你想想看，两边都往上翘，很安全，对不对？两边都有往上翘。啊？哎呀，累的话就小休息一下。其实只有累的话，我们觉得这就最后一趟就好了。对啊，因为。你下到的话，要花更多力气。我没有啊，我觉得累了，我的脚被压得很麻、啊。是这么一回事。你要拍一张吗？这样。还可以。哎呀，这么害怕。没有拍到我手指，好了，这边再来一张，怎么觉得好亮哦？是不是太阳又变大了？对啊，这
就是车子停车场，车子亮晶晶。好，好完收工，好完收工，回去我们的吸管。对啊，是啊。Beverly Snow Park。反正我的话，我就直接丢进柜子里了，我管。好。第二天就不见了。啊？我是太紧张了。对啊，所以我说这样也差不多了啦，多多休息。一脚，一脚。粘得很紧，还真的要用用力抓，粘得很紧。我觉得还是很多，刷。刷心安的。你说什么？怎样？你说正面还是背面？下面。下面还是上面？下面吗？下面啊。我好像也有一些。算了，我这样就好了。鞋子我放弃了。
阿娇。拿去。你看他写什么？好了，他就完掉。哦，是。